库尔班，没想到吧？我说过你早晚是我的猎物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<笑>知道是谁出卖你了吗？就是你天天喂的那头驴，就是他领我们到了这个地方。哼，怎么样？啊？<笑>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不是输给了你？ 我只输给了我自己的驴。啊！你说这次艾山恰巴克，他可够积极的。哎，我看艾山恰巴克是恨透库尔班了。 他非要亲自抓住他不可。那就让他去抓嘛，咱们可以睡大觉了。那你说是他的不对，驴，俩都大。<笑>所以老爷要把驴赏给他，我看呐，把他赏给驴差不多。你就在这儿冒险，啊，阿娜。 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今天一定要找到这个穷鬼。云儿，大哥，这么长时间看不见他，一定是淹死了，沉下去了。谁下去都会被淹死的。他就这样淹死了吗？嗯，这样死也太便宜他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云儿，云儿。
阿达尔汗，你还能跑到哪里去呀？不要跑了，跟我走，跟我回去。阿达尔汗，我告诉你吧，你们的老窝都被我们发现了。我要带你回老爷那儿去领赏啊！大哥，我抓到阿达尔汗了，我抓到他了。